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，我们在恩典之下还需要祷告吗？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文。好，我们看我们的第一个经文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是主教导我们主导文之前说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这是不是说我们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需用的，我们父早已知道了？所以有人就觉得，而且前面还提到我们不要用重复话，因为话多了好像以为我们多了就会蒙垂听。其实你还没祈求，神已经知道。那题目就来，那我还需要祷告吗？这不是说我还没祷告他就已经知道，那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祷告？是多此一举吗？还是我要求他，拜托到就算他知道，我要拜托到他爽他才愿意给我，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当然不是这样。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。看下一个经文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你会发现保罗说我们要恒切祷告，前面不是说我们还没祷告他就已经知道了吗？后面又告诉我们恒切祷告。如果有机会去看其他的经文，你会发现保罗也常常说，你因为你们的祷告，或是我为你们祷告，还是提到很多的祷告。那究竟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？在新约里面，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其实心里面，我们想，我们还没祈求以前，神都已经知道，而且他要来为我们成就和他心意的那一切的祷告。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我们看这个经文，以赛亚书43:25-26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。答案就是要提醒神。提醒神是什么意思？神会忘记吗？难道我跟神讲的东西他会忘记吗？他不是全能神，他怎么可能会忘记吗？可是圣经上这边提到提醒我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再来读几个经文，我要告诉你。民数记10:10，和本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，并且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也要吹号，这都要在你们的上帝面前作为纪念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你看，你会发现，在快乐的日子、这美好的日子、这祝福的日子，神要吹号，神要我们吹号，而且在他面前，这一切要成为纪念。我们看下一个经文。一样是民数记10:10，翻译是当代中译本。他们翻译的地方是一样，在欢乐日子，在这些美好的事的时候吹号，使上帝纪念你们。再看下一个经文，这是吕正中译本，一样的经文，一样的地方，他说要用号筒吹紧急号，这在你们的上帝面前要使你们，要替你们使他记住，我永恒主是你们的上帝。你会发现民数记10:10，在你们快乐日子和制定节期、月初一等等的时候吹号，让神记起永恒主是你们的上帝，神不会忘记。其实这就很像是，也许你才刚去某个地方玩，也许你才刚做了参与一些故事，参与一些事情，然后你拍照了，比如说你刚刚去日本玩，然后你拍了一些你在富士山前面的拍照的照片，你回到家看到那个照片就好开心，你看到照片里面你儿子，你看到照片里面 你女儿，你在照片里面看到你的配偶，看到你的父母，你看得好开心。请问你不看这个照片你会忘记你父母吗？不会。你会忘记你儿子长什么样子吗？不会。你会忘记你配偶长什么样子吗？不会。但是这些照片确实是在纪念，使你记起，提醒你。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了吗？神要你祷告，不是他忘了你需要什么，神要你祷告，不是他要你祷告到够多他才给你，神只是要你纪念我们的快乐日子，我们的欢乐，我们的美好，神要你纪念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与神同工，跟他分享，跟他分享你的心情，跟他分享你的生活，请他介入你的生活。我们看下一页，再一起来念出埃及记28:12，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。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出埃及记28:29，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。你知道了吗？神要他们用宝石，你可能是用那叫什么记忆贴，那个黄色的纸贴说，今天记得要干什么，今天是儿子的生日，今天是女儿的生日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什么，你可能是贴一个记忆贴。神是神，他超丰富的，他用宝石，宝石贴在这里，装在这里，在肩带上面，在胸牌上面，用金的、银的各样的东西，要记得是什么？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，是爱你的，你们是被我所爱的。这就是你要祷告的意义，要纪念。
所以我们要继续祷告，要宣告，我们要祷在祷告里面宣告神已经给我的祝福，我宣告神已经要成就给我的那一切的美好，宣告神已经应许的那一切事情，而且提醒上帝，不是他忘记，而是一起分享曾经走过的，而将要面对的这一切，一起来祷告，我也来为你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全意来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恩典里仍旧要祷告，但是不是我祷告不够神不成就，乃是神引导我祷告来纪念他所给我们那一切的美好，来纪念他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也来纪念他曾经完成的一切事，记得未来他仍旧大有祝福。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意义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